休斯顿国际社将于2023年11月4号星期六晚上6:30在中华文化服务中心小剧场上演七幕京剧《明皇宠妃》。今年是休斯顿国际社成立40周年，为了庆祝和展示国剧社一如既往对国粹艺术的追求和弘扬，特别献上经过多年努力打造的新剧《明皇宠妃》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诗《长恨歌》，以唐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，讴歌爱情的美好和悲伤。梅兰芳、程砚秋等京剧大师以精湛的表演和甜美的歌唱，把这千古传颂的故事展现于京剧舞台上。《明皇宠妃》以传统京剧经典剧目《太真外传》《贵妃醉酒》和《梅妃》为蓝本，连贯成七幕本戏，全部演员和乐队由社员组成，借此彰显国粹之精美及我社同仁对京剧艺术之虔诚钟爱。中国京剧艺术博大精深，近300年来皮黄曲调风行中华大地，以国粹的魅力广为流传世界各地侨乡。休斯顿国剧社成立40载，以宣扬和传播京剧精华，弘扬华夏文化艺术为宗旨和己任。据海内外同行戏迷和知音，与侨社百姓同席，共享中华神韵。欢迎各界同胞朋友光临指教、赞助和支持。购票电话7133029436。